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刘进，他夜里他的兄长在喊他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衣冠整束好，到父亲到兄长前面才做回应。那有学长反映到，那这个父母呼不是应勿缓，那兄长呼也应该应勿缓。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好像在这一句当中有矛盾呢？从相上看好像矛盾呢，从心地上看呢，它不矛盾。父母呼应勿缓呢，是为人子要恭敬服从，不可怠慢。父母叫了还爱理不理的，这最主要是心地怠慢。那这个刘进呢，他是内心恭敬，他觉得呢讲话的时候衣冠不整呢，这是对他兄长的不恭敬，所以他要整束好，他也是赶紧到兄长的面前，他也不是拖拖拉拉的。所以目贤当目其心，每个圣贤人的行持，你要体悟到他的心地，你就能学到他的精神。好，那刚刚跟大家谈到我们处事能跟人家很和睦处处人替人着想，这个仁慈的态度，它根在孝悌。我们举的对人恭敬包含内心里绝不见父母过，不见兄弟姐妹之过。所以这些谗言是非影响不了他们。而其实我们人与人相处假如会听信谗言，很可能呢，我们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因为别人的言语而产生不和谐。这个根还是会动摇。所以孔子在《论语》当中就有讲到，任何人不能离间闵子骞的家庭，因为闵子骞的后母对他这么不好，他完全没有记恨后母。甚至后母长期虐待他，他都不放在心上。用芦花给他做衣服，让他冬天都冻坏了。他反而不记怨。所以怨欲忘。这些圣贤人是根本心上就没有，这是有功夫。反而在父亲要休了他的后母，
他马上跪下来替后母替弟弟求情，母在一指寒，母去三指丹，我这两个弟弟不就要挨饿受冻，说把他的后母啊感化了，视他如己出。所以这样的家人的情感信任，任何人都不可以破坏。好，那师长处事很有修养，听他老人家讲，比方某个人告诉他，哎，某某人讲你什么坏话，他一跟师长讲，师长马上给他止住，你不要讲了，我只记得那个人对我的好，那个不好我听都不想听，他以前对我哪一些帮助，哪些恩德，所以心里啊只记一切人的好，不记一切人的不好，这个叫会过日子，叫自爱，把别人的不好记在心上，就开始折磨自己了，对自己是折磨，跟别人的关系又开始恶化，这何苦来哉呢？所以真会过日子的人，懂得放下什么，懂得提起什么。所以《弟子规》里面这个经句也是教我们怎么提起，怎么放下，恩欲报，要念恩的人生，好，那很充实，很愉快。愿欲望，埋怨放下。不愉快放下，你自己身心就比较清安自在。而我们处事当中常会跟人家争，那可能跟兄弟姐妹也还有在争。在德育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泰伯让国，他们兄弟连国都可以让了，还有什么好争？全天下的人就被他们这一家，他们家是整个国家的领袖被他们感化。所以周朝有800多年的历史，国祚不是偶然。因为周朝这些开国的帝王都是圣人。那古人连国可以让，甚至连命都可以舍为兄弟所以赵孝真死赵孝跟赵李兄弟真死包含于衮他的两个哥哥死于瘟疫了，还剩一个哥哥，全家人都赶紧撤离这个村子他安慰父母说，我好像天生就跟不会得瘟疫，你们不要担心我留下来照顾哥哥他自死生于度外然后照顾他的唯一留下来的哥哥，然后为死去的两个哥哥守灵，这兄弟之情谊就100多天以后这个瘟疫过去了他跟哥哥都没事哥哥也恢复了所以古人连命都可以为兄弟舍，怎么还有会争的道理呢？好，而古人在兄弟相处也非常柔软，去劝谏兄弟。那我们对朋友的柔软也是来自于我们对父母兄弟劝谏的柔软了假如我们跟人家劝几句话就要吵起来了，那个人病根也还在孝悌上面是这个陈世恩劝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早出晚归都在外面游手好闲他的大哥劝的都有点不耐烦了他劝他大哥呢不要伤了兄弟之情让他来处理每天等他等到半夜
弟弟一回来看到他很惊讶，哥哥怎么还在门口等我，然后亲自把他接进来，嘘寒问暖，肚子饿不饿啊，穿这样会不会太冷啊，赶紧关心他的需要，每天这样子等，等了几夜，弟弟就感动了，生惭愧心了，就回来了，不在外面游手好闲。这劝人的柔软，大家故事听完了，精神有没有学到？你们有没有在寒冷的夜里等过你的亲人？可能没有，在马来西亚没有。就那一份爱心耐心很重要。包含第三集啊，替篇还有一个正君感兄。正君要感动他的哥哥啊，劝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当县长贪污。怎么劝他？他是哥哥。他自己啊，他学问很好哦，他去当佣人，给人家干这个下人的活，干了一年，然后把那一年所赚的钱全部拿给他哥哥。说哥哥啊，我们没有钱啊，可以再赚，但是当官假如犯法了，一生呢就毁掉了。用一年去当佣人，然后拿这个钱来供养他哥哥，用心良苦啊，感动了他的哥哥。好，这斯里兰卡他们这个下一代啊，确实对这个孝悌啊很注重，因为呢佛陀的教诲啊，普世的教育里面就是伦理道德因果，那伦理里面当然所重是孝道，所以他们跟父母都要行跪拜礼的，然后年龄最小的人最早起床，因为他出门的时候全家人都要问安，问完他才出去，他辈分最小。我们现在假如不学孝悌，最年轻的人年龄最小的人最凶，所有的人都要看他脸色，这个就颠倒了。在西藏啊，也很注重孝道，所以有一个18岁左右的一个少女去了西藏，每天跟她母亲顶嘴，结果呢她看到旁边那些西藏的小孩啊，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呢嘴又硬，还对那个小孩讲，我对我妈她讲的不对我都一言九鼎，她还在 给自己找理由啊，说妈讲的不对。结果那小孩啊眼睛瞪得很大，对这个大姐姐讲，爸爸妈妈是家里的活佛呢，怎么可以顶啊，他讲我们100句我们一句都不敢顶，怎么可以顶那请问大家，是在都市里的人有教养，还是在西藏可能三餐吃不饱的人有教养啊？就看他有没有接触到伦理道德的教育。好，我们再来看呢下一句啊，175句啊，这些经句啊都让我们感觉到圣人他是通达人性。我们现在不听圣人的话，
都被习性给误导。哦，比方我们的人生目标变成欲望的追逐，这个就被习性给误导。好，所以君圣人啊，在这些经句当中啊，他都能够把人的这种本善给发扬出来。好，所以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事兄悌，故顺可宜于长；居家礼，故智可宜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君子奉事父母，能尽孝道。这一份知恩报恩的态度，内化以后，变成他的很自然的态度，在面对国家君王的恩德啊，知遇之恩呢，他那个报恩的心自然提起来，所以可以忠可宜于君，忠诚啊，对父母的忠诚，很自然的移向侍奉君主。好，所以其实我们华人的社会啊，他不止家里是伦理，他整个大社会都是伦理。从家里面延伸到学校，教他的老师叫师父、父亲啊，他的同学叫师兄弟、兄弟啊，都是孝悌的精神啊。他到社会上，不管他从事哪一个行业，他剪头发也有师父啊。他修车也有师父啊，跟着他一起学的是师兄弟啊，包含在政治界啊，以前称君王叫君父，还是宜孝作忠。那历史当中啊，这个一提到忠，我们举一个历史人物啊，岳飞，他很孝顺母亲啊，他母亲也期许他啊，在他的身上刻了四个字啊，精忠报国。我们刚刚讲的啊，父母的愿望啊，要记述之啊，要圆满父母的心愿。那母亲期许他精忠报国啊，那他真的做到了。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啊，岳飞三天滴水啊没有进，那种悲伤啊，那种怀念自己的母亲啊，从这里看出那个孝之心呢，到了至诚。结果后来啊，有一个同事啊叫吴玠啊，看他也年纪比较大了啊，介绍很好的女子啊要给他，要送给他啊。结果呢，他就收到了，他说：“我们的君王啊，每天这么晚睡啊，还有这么多事情啊在操劳啊，我不能为他分忧啊，就是我没尽到臣的责任呢，我怎么还会去有这个去寻这个儿女事情？”有一句俗话讲，国家危难之际啊，岂可念儿女事情啊。所以从这里可以体现岳飞是把国家摆在第一位啊，在思考。
大家想一想这种精神啊，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遇到男女的这些问题了，就不可自拔了。啊，你这个时候再讲岳飞精忠报国给他听哦，我看也挺困难的。哦，当然他要先为父母想啊，才能为整个国家来着想。而这个高宗，就是说当时候的皇帝啊，有一次跟岳飞谈话，就跟他说：“岳将军呢、啊，你这个河朔地方还没有收复啊，不可以喝酒啊，国家的失去的领土被人家占领。”岳飞听了一次以后啊，从此就不喝酒，就一定要河朔收复了才喝酒。哦，所以他真的对于君王的话，他一听了马上啊去奉行啊，很忠诚。有人问他怎么样才能让天下安定啊，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文臣不爱钱啊，武臣不惜死。”武臣不怕死啊，他很勇猛啊，啊，文臣不爱钱，就不去贪污，天下就可以定了。哦，而岳飞讲这个道理啊，他是完全做到了，他才能让底下的人呢对他服气。哦，我们从他治理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他的军队啊，做到什么呢？冻死不拆屋，宁可自己冻死，决定不抢老百姓的屋子。饿死不掳掠，哪怕饿死了都不可以拿老百姓的东西，抢老百姓的东西。哦，这军纪严明啊。哦，所以有人问他怎么治军的啊，他提到啊，仁啊，仁义啊，智要用智慧啊，还有信要守信啊，还有严要严格的纪律，还有勇，军队要勇猛啊，敢为国家冲锋陷阵啊。有一个士兵啊，不守军法，拿了一捆这个草啊，就违反军纪啊，被严重处罚啊，这立威于军中啊，军令如山呢啊，不然军队几十万人那不好带的咯。哦，而我们看这越王的仁义啊，在他带领他的军队的时候表现出来啊，体恤人情啊，备至啊，比方他下属有病了，他亲自帮他调药。哦，以前读书人是对药理啊也懂啊，包含对地理，地理就是怎么安葬父母，这些都懂。假如这些将军跟着他远征呢，他会请他的太太去看望将军的家属啊，关心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啊，很照顾啊他们的家庭。好，假如他的下属战死了啊，他一定啊抚育他们的下一代，照顾好他们的家人
甚至于啊，比方说他的下属战死了，有留下女儿，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啊娶他下属的女儿。哎，然后有什么封赏呢，他自己都不拿，全部分给将士。然后每一次重要战役啊，一定跟将领们建立共识啊，再出战。而且啊，遇到突如其来的敌军啊，他们的军队很冷静沉着，不会乱，就是他平常的训练有素，很定啊。所以敌军都称说撼山易啊，要撼动一座山很容易啊。要撼岳家军难啊！你要撼动，让他整个军队啊混乱都不可能。哦，好，所以从这些事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的仁义啊，他治军严格，他守信用，所以当时候。老百姓信任他到什么程度呢？就他打到哪，老百姓跟着他走。哎，哦，所以当时候金兵是只要听到岳家军来了，是吓得半死的。哦，而后来被秦桧一党啊贼害啊，十二道金牌啊，把岳飞调回来。当然后来历史上也还他清白，封为岳穆王。他有一个动作让人令人动容，就是虽然他知道他必死，他在回来的途中啊，就在安顿所有跟着他的百姓。所以古人他的给我们的学处是什么，就是纵在自己生死关头，他念念还是仁义存心，他没有丝毫恐惧，但是他该做什么他还是要尽力做到底。好，我们翻到129页281句啊，这个将兵这个单元，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复生息啊，这个字念息啊，就是对待士兵啊，就像对待自己的婴儿那样细心的照顾的话呢，那士兵就能与这个将帅共赴险境啊，冲锋陷阵。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如果对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心爱的儿子一样，那么尽心的爱护啊，那士兵就能与将帅生死与共。所以这个将兵之间呢，也是感应啊，这些理啊，在《群书360》里面谈的很多。像反身里面啊，孟子讲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兴，一样的道理。好，所以从岳飞他的一生很彰显的呢，就是一孝作忠，君子之视亲孝，故忠可依于君，事兄悌，故顺可宜于长。他对待兄长这么敬顺，他到朝廷到单位去啊，对待这些长者啊，就像自己兄长一样恭敬。好，我们刚刚讲到司马光啊，他对他的哥哥这么样爱敬呵护
啊，他到朝廷去遇到这些长辈，他自然也是这个态度嘛。哦，啊，绝对不会跟人家对立搞党争。我们看历史当中很多党争，面对这些有德行的圣哲人呢，他们是做出表率，绝对啊不能以私怨影响整个朝廷的风气。好，这个是以和为贵啊，他们在家庭就是这么做啊，在团体里啊也是这样体现出来。好，居家里故自可宜于官，在家居生活，把自己的家庭治理的得当，再将这些能力啊内化了，自然可以将这些能力啊转移到处理政务，去管理人民。而且以前的家都是几百口人呢，哦，那管理起来不只是事务上的问题，哦，还有这些人事上的问题啊，那要调节啊，哦，那要这个化解很多的啊，这些摩擦冲突啊，这是都要有人情的练达才行了。哦，我们看现在三口人、四口人都每天吵架了，你说以前那几百人住在一起，人家是怎么治理的？哦，那从我们自身来讲，在治理家里啊，好，比方置官服有定位，那我们对很多物品啊都把它归类归整好，那对物品恭敬，那你对一切物品都恭敬啊，因为已经养成习惯，所以对物品尚且这么恭敬，怎么可能对人会不恭敬呢？所以圣学啊是心性之学，看起来只是生活上的一个习惯，事实上这个习惯一内化之后，这个心态可以用在对一切人事物上面，好像一体万用啊。哦，那我们假如这些对物品都不恭敬呢，啊，都很随便呢，乱放啊，到时候心都是乱的，不是恭敬的，不是定的。哦，啊，常常心都是乱的，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哪有可能定得了？哎，哦，所以要调这个浮躁的心，调这个不恭敬的心啊，都从生活的这些细节去提升。哦，所以居家里，故自可宜于官。所以是以形成于内而名利于后世矣。形成于内这个德行啊，在家中就养成了，尤其是孝悌啊，还有一切皆恭敬的态度，自然而然有机缘为国家效力的，那就能在外啊建功立业啊，名利于后世的啊，美好的名声呢显扬于后世啊，当然也可以啊，光宗耀祖。好，接下来176句啊，孔子曰啊，这在《后汉书》当中说到：“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啊，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些都是真理啊。左传讲气长则妖星，你用人才偏离了这个真理啊，乱象就要产生了。忠臣从哪里来？从孝子之门来啊。他没有孝，他根本不可能有忠。
所以现在民主社会或者是政治的团体他的这个政党，他取人才以后就是要为国效力的，要尽忠的，所以应该他这个入党的标准应该要是孝顺的人才可以进来嘛。大家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政党是孝子才能够进来的？哦，那你就很难掌握他是不是忠啦。所以以前举人才为国家服务两个字是亘古不变的，举孝廉，这个重要。孝它就有德行的根，廉洁它就有做事的根，它不贪污。他假如没有廉洁，那他要谋私利了，那事情一定被他搞乱，甚至被他给毁掉都有可能。所以这些道理啊，要真正想明白啊，才能够真正为国家举到好的人才。其实在很多政治界也有很多真的胸怀天下的人但是他可能也会觉得好像人才很难找，很难培养，他要先找到这个重要不变的标准才好现在很可贵我们这个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好像有规定只要发现这个学生不孝就要开除这是好现象包含他的校长周其凤先生很可贵是个孝子校长做行孝了他可以带动学生呢他校长呢前不久他的母亲呢90大寿他回去给母亲祝寿然后给母亲3跪9叩两个母子抱在一起流泪他自己回想他10年前他母亲80大寿他因为事情耽搁了没有回来他非常非常遗憾所以他一直提醒自己这个90大寿的时候他再怎么忙都一定要回来给母亲磕这个头行这个大礼所以这些现象我们看了都很欣慰也觉得国家将兴必有真祥更多的人从这个务本从这个孝廉开始去看事情去选拔人才慢慢这个路就导正了好我们再看呢177句夫之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之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之是人者然后可以使人这个句子当中讲到了懂得如何做一个好儿子然后才可能做一个好父亲我们扮演一个角色不管是为人父为人领导为人父这个老师必然呢，要能够实践君亲师这是传统文化的三宝。这个精神能真正落实，我们扮演哪一个角色才扮演得好？所以我们时时在自己的本分当中假如做得不圆满，怎么反省？
哎，我做这君到位没有？啊，这君是以身作则，做之亲，哎，我有没有爱护对方、关怀对方、照顾对方、理解对方？这个是亲。师，哎，我有没有正确的引导他？啊，有没有抓住一些机会点点醒他？这个是师。甚至我有没有把道统传给他，都是师的精神。那我们从这君亲师来反思，我们自己呀、啊，假如不是一个好儿子，那自己当父亲的时候又不能以身作则、啊、也不能引导孩子如何行孝啊，那这个君亲师就做不到了、哦、所以一定是自己是一个好儿子，才有可能给孩子做榜样，然后可以为人父、哦、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做一个好的下属臣子了，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的君王。因为我们现在做领导了，我们当臣子都当得不好，怎么以身作则？我们自己真正去当过臣子，才能够知道啊，为人臣他的不容易在哪里。哦，这样子我们自己当领导才能体恤啊。好，假如有一个人他学历很高，他也没当过下属啊，一下子到一个单位去，好，一看哇，他的学历这么高，来给他当主管，他又是 MBA 毕业的，是吧？你看他会不会设身处地到一个下属的心境？所以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他栽培人才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领导者，他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他所带领的公司，他要培养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从哪里培养？从基层培养，他才能去体恤底下的情况。他那个讲出来的言语都是体恤他人，他所带领的团体凝聚力很强啊，还是他只是学了一大堆管理，也不能体恤人心，讲出来的话都是要求，都会比较苛刻哦。那人心一离散呢，可能他当主管流动率就会很高了哦。所以有一些父母啊，很怕他的孩子哦，学历太高，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哦，赶紧好了，大学毕业就好，先出去历练一下，不然研究所博士一直读上去都是理论，都没有在人群当中去历练、去成长，到头来他真的学历很高哦。都是拿着一大堆理论在要求人，而且读得越高哦，越容易傲慢，哎，这个是很难突破的，除非他有高度的警觉性，不然学历高哦，慢慢的无形当中会比较傲慢，或者有钱呢也会比较傲慢。或者长得比较漂亮也会比较傲慢，哎，皮肤比较白也会比较傲慢，就是你一不小心哦，都会被这些外在的条件搞得自己啊，这个傲慢心都增长，这个傲慢呢是根本的烦恼啊，一不小心会增长，
你说唐太宗那已经是不简单的人了，他到后面贞观后期啊，这傲慢也起来了啊，好在旁边大臣赶紧提醒他。所以这个要扮演君亲师，他假如是领导，他自己都没有为人臣的这些历练，他怎么去引导教导别人为人臣呢？好，所以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懂得如何侍奉人，然后才懂得如何任用人。他真正去侍奉人，他那些种种环节他就能够教他，那各中的辛劳他也很清楚啊，他会体恤人啊，他不会一使唤人的就把人家搞得都累得半死了。我们之前好像跟大家有分享过一个句子嘛，鸟穷则啄，兽穷则绝，马穷则逸，是吧？你把那匹马骑得他已经累得半死，他一定找机会逃走嘛。那就是你不能够体恤这个马也好人也好的辛劳然后就只是有权利去使唤别人，铁定最后是众叛亲离了。好，那这句话再延伸就很多了，举一反三。知为人媳妇者，然后可以为人婆婆。知为人学生者，然后可以为人老师。这句话我自己听了是冷汗直流啊！你从在教育界，我们从大学毕业了，诗说也没读过，礼记学记也没读过，养正仪规也没读过啊！一出来人家就喊老输了，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输得很惨，就败得很惨啊！为什么？起个念头觉得自己是老师的，铁定就有瓶颈了。为什么？自知者明啊！我。被学生一叫老师就觉得自己是老师，就没有自知了。哪有说那师范学院一出来就有老师的智慧修养德行？我也是功利主义成长起来的，傲慢心嫉妒心啊，这些习气都很重啊。哪有被人家一叫老师就没有了，是一叫更严重。一叫哇，孟子说人皆好为人师，这个好为人师的傲慢更严重了。所以从在教育界来讲真的也没有前辈啊或者师范学院教这一句话给我们听啊，知为人学生者才能为人老师啊，不然我们教学生什么？不教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圣贤弟子啊，我们自己都不是标准的圣贤弟子，就不可能教他是圣贤弟子所以务本很重要，不然我们走在教学的路上啊，不可能没有瓶颈，都觉得怎么学生都教不好啊。其实是自己还不是一个好学生的榜样，就不可能把这些态度交给学生。比方说
孔老夫子是圣贤的好学生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孔子一讲话都是述而不作呢。大家从经典去观察，孔子跟曾子谈孝道，留下了一部孝经。您曾经看经典里面夫子说我觉得怎样怎样，大家有没有看过经典里面子曰我觉得怎样怎样，有没有？哎，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哦，一开口十句里面可能有两三句我觉得怎样怎样，那圣人都没有这么讲话了，我们不能这样讲话啊。我觉得那我见很重啊。哦，夫子是一讲话就以经典为依归。哦，所以孔子说在上不骄高而不为，自洁景度满而不溢。讲完这一段话最后引诗曰啊，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段教诲后面以什么来印证？经典来印证。我们很幸运呢，师长教诲我们，大家有没有留心？啊，老人家要不先讲一段经文，最后把它开显；要不讲完一段好的教诲，然后归结到所以，啊，《论语》说什么？啊，所以《华严经》说什么？哦，所以《无量寿经》说什么？那也是述而不作啊。那这一个当圣贤学生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先到位。哦，那我们要练这个功夫啊，随时注意啊，每讲的一句话都要跟经典相应啊。哎，好。不然那个学生回到家都是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你教的小孩假如回家都是我们老师说，你是高兴还是诚惶诚恐啊？哎，我们有时候跟人家在谈话说，哎，你上一次讲什么，我一听到这句话就开始流汗了，因为我要竖大耳朵听他下一句讲的我有没有讲错的。所以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啊，讲话要负因果责任的，不能乱讲的。好，所以这一段悟本的教诲啊，挺值得我们举一反三的来思考。178句啊，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我们再重复刚刚讲的，古人呢，通达人性，他在这些礼教当中啊，让人升起非常美好的德行，为人的态度。比方我们谈婚礼，所以治理作业太重要了。那个婚礼从头至尾每一个安排都是提起人的道义责任情义。你夫妻喝交杯酒，从此不分彼此，同甘共苦。哇，那教育太好了。包含丧礼祭礼，丧礼是慎终啊，我们对父母这一生的孝道画上一个句点啊，依礼啊，恭恭敬敬，庄严肃穆，办父母的丧事。而在这个丧礼当中，把老人的德行，老人对这整个家族的贡献要宣扬，要让所有的子孙都记住慎重。
而且那丧礼当中啊，所有的子孙啊亲人啊一起来啊送老人最后一程，而且那些丧服啊都是依照亲疏来穿的，那最亲的直系血亲穿的啊，这些啊织吹啊展吹这些丧服，而且我自己啊参与丧礼啊，我印象最深的是，首先是我祖曾祖母往生啊，我是算是曾孙呢。那个时候都感觉，我因为我是长曾孙呢，所以那个丧礼当中啊，我们这种辈分呢、好像都有很有责任，像我爷爷拿什么东西，我爸爸拿什么东西，因为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孙呢、我那时候还小，没拿东西，可是我看到我爷爷父亲，那个都是在教育我啊。啊，我没拿东西呢，但是我坐轿子。哎，我也想不起来是我自己可以坐还是自己跑去坐的，我也更想不起。我印象当中我看着那些景象，然后我是坐在轿子上面的。那包含追远啊，就每一年呢、追思祖先，追思父母。所以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我认识一个魏丞相的后代，他们每一年祭祖啊，都要恭念建太宗十四叔。我认识的那一位朋友啊，他是辈分应该是嫡传的，所以读诵都是他亲自带读，那是1000多年前的祖先呢，还效法他，学习他，他也很优秀，他是一个中学的副校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且相貌堂堂，一看都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所以弘扬传统文化靠的一批很大的力量啊，就是这些圣贤之后还有家道传承的。像我自己这个都是半路就是杂牌军啊。人家那些都有正规军正规训练的。好。而这个对于人性的影响，慎终追远就是不断的懂得知恩报恩，对父母对祖先，那当然人心就厚道了。而我们再延伸开来，一个人处事他能追远，那他富贵的时候啊，他都不忘记当初他失落的时候曾经给他鼓励给他支持的那些朋友，他决定一发达了去报他们的恩，追远有这样心境的人，不只念祖先的恩，念一切人的恩德，他不会忘记，这人心很厚道啊。那韩这个韩信当了大将军，当初那个妇人送他一碗饭他都念念不忘啊。所以能慎终追远的人呢，受人点滴之恩都怎么样，涌泉相报。那慎终的人他对父母非常恭敬，念恩，以至于啊他这个恭敬的态度呢，他会延伸到一切处。比方
他今天这个使用公共的用具，他要慎重啊，因为后面有人还要再用啊。他就不会随便了，他很恭敬了。那我们假如没有这种慎终的态度，我们一使用过了，东西都没有放回原处，那接下来的人他就很麻烦了，他找不到了。也包含我们上厕所也要慎终啊。你假如没有恭敬使用，然后产生异味了，那后面的人来就生烦恼了。哎，而我们用完的公共空间一定让下一个人用也欢欢喜喜。啊，对自己每一个动作都很恭敬慎重。哎，所以一体万用哦，人这种恭敬的态度谨慎的态度，它会用在一切处。你包含今天慎终一个缘分，缘聚缘散，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可是这个缘分要结束的时候，慎终的人他会想，我有没有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团体推荐人才或培养出人才，他有后的观念。所以前上一次我们讲到办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义，上节课有没有讲到？好，应该是没讲到。因为最近我赶了几个场，有时候会忘记在哪里是讲哪一段，但是虽然没讲这一句，还是有讲到这个同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上一次背的这一句啊，居国有道矣，而事为本啊。办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义，你不能你离开以后这个团体就乱了，这个国家就衰了，那不行了。从家庭来讲，你没有把下一代教好啊，你这一生的努力等于零了。我们从事弘扬文化，我们这一辈子做完没有人承传下去，那这一生努力也等于零了。所以慎终他会考虑的这个缘结束，他考虑很远哦，他要对这个因缘负责任哦。包含他很谨慎每一个因缘呢，他会尽心尽力哦。再来因缘有变化，他不跟人家结恶缘哦，所以绝交不出恶语啊，不能跟人家搞不愉快了，哇，我图个痛快，今天非臭骂他一顿不可，骂完逞一时之快啊，这一个缘分没有善终啊，结了恶缘了。终又会变成什么开始呢？会不会五年以后又遇上他了？哇，这件事归他管，完了没戏唱了，那不是是五年前都没有慎终吗？所以我们老祖先都讲终始不讲始终啊。
有道理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其实就是一直在循环啊。在这个追远当中啊，就人就是念念不忘恩德，哪怕是啊几千年前的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特别重视啊知恩报恩啊。第一座佛寺啊叫白马寺，为什么？因为那个佛经都是靠这一匹马驮回来的，就连马的恩呢都不敢忘，更何况是人。啊，这次到斯里兰卡去啊，佛陀曾经去过的地方啊，他们盖成寺庙啊，然后佛陀去了三次啊，他们都把它画成壁画，啊。画在一个纪念馆里面，然后佛陀讲过经那个地方啊，他们种了一棵菩提树啊，2000多年了，这念念不忘佛陀的恩呢，啊，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佛的舍利塔，在那里绕三圈，看到旁边一群好大一群的青少年。在那里研究佛法，哦，我看得很感动。青少年呢，在华人社会啊，现在都去 happy happy 了。那我还很少看到一大群青少年在那里学正法，而且他们，我们去参观一个寺院，有3000个孩子去学习。啊，我们还站在那3000个学生面前照相留影。啊，当然我们更希望啊，我们中华的儿女啊，每个礼拜天就是全部都是学传统文化，啊，祖宗是最欣慰的了。而他们有一个佛寺叫菩提寺，是从佛陀开悟的那一棵菩提树啊接种过来的。结果很奇妙的是呢，接种过来以后啊，佛陀本来那一棵树啊死了，又从斯里兰卡这一棵再接回去。啊，他们这一棵已经2000多年还长得很好。哦，然后呢他的总统常常都要底下的人汇报那一棵树长得怎么样，我时时那是他国家的宝啊，那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哦，而且他们那里还有大象啊，哦，所以要有人把守这棵树啊，怕这个动物来了不小心伤了这一棵树。所以对2000多年前的这个菩提树啊都这么样感怀，这个都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好，那我们看现在的丧礼啊就没有很慎重的啊，依照这些古礼啊来办，哦，甚至于啊，在丧礼的时候啊，葬儿求福，就是在葬礼的时候啊，哦，还说要让这个死去的父母啊，嘴里含个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就可以为子女求到福报啊，这个都是。社会风气在衰败，哦，所以在格言联璧里啊有一段话说道，婚而论财，
舅也，夫妇之道上，丈而求福。这个葬礼的时候不是追思父母之恩德啊，反而是要求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来求得自己的福报啊。父子之恩绝，所以这个社会风俗啊，其实都在影响着人心。为什么要治理作业，才能导正错误的风俗。好，179句啊，这一句我们之前呢有提过了啊，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树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啊，从这里也延伸开来了，圣明的君主啊，不是去求各方归附，而是尽力创造啊，一个使人愿意来这里效忠，愿意来这里得到幸福，愿意来这里得到灵性的提升。你有这样的环境，你的团体啊，就像磁铁一样啊，有很强的吸引力了。而确实也是这样哦。我们想一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当父母、当领导的、当老师的，这个问题要想清楚。为什么？我们是引领他人啊，引领下属，引领下一代的幸福哦。我们自己人生的轻重缓急都抓不出来，怎么有可能利益到他们？好，人生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事啊？其实啊，我们把人生呢，先看到最后一个终点，可能就会有所悟了。啊，请问大家，人最后一刻走到最后一个终点是什么结果？你们看连续剧应该很清楚，啊，最后都是，就是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了。两手两脚一摊就走了吧。开悟没有？看到这个会看的人开悟了，什么都带不走，财物带不走，家属带不走，连身体都带不走。那这一点看明白了，一辈子几十年还在为了带不走的东西在那里牵肠挂肚，不是很自找苦吃吗？那接着要说，那什么带得走？智慧啊，灵性的提升啊，还有所积功累德啊，带得走啊。那你有这个正确的认知的，你带领的下属，带领的下一代，他就不会去追求外在的物欲，因为他知道那个东西根本带不走。那只会让他沉沦，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就是不断的提升灵性。哇，你假如有这种见地哦，
你当父母啊，你会赶来古圣先贤来这里投胎，因为来当你的子女能够让他的智慧德行更提升，是吧？所以要求孝子贤孙，首先把自己的家道要先提升起来，才能感圣贤人来家里做子孙。包含你说要找好的对象，那也是你先自己呀，要自爱，你才能去爱人啊！你要有积功累德的，你才感得到好的另一半来振兴你的家风，这个都要从根本上去努力。好，所以要务本不简单呢。我们再看呢下一句啊，180句。夫为政者，莫善于亲其利也。晏子有讲到，廉者政之本也。清廉呢，是政治的大根大本。你只要不廉洁了，官员贪污，这把国家的根基都给动摇了，国库都给掏空了，这国家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官员要廉洁，俭以养廉呢。我们从这个物本一直看呢，政治要好，就是官员要廉洁，这是物本啊。所以为政者首先要教育所有的官员，耳奉耳禄啊，你领的薪水是什么？民脂民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这要教育他。但教育不能他长大了才教育啊！你再往根本去看，老祖宗留一句话告诉我们，俭以养廉。那要从小就教节俭呢，他才不是很多欲望的人。人假如多欲了，他就要享受啊，一享受他就要钱啊，他就动歪脑筋贪污嘛。为官的就变贪污了。啊，不是当官的人又很多欲望呢，他多欲多求妄用啊，很多欲望不能满足啊。那就铤而走险了，最后就败家上身了。所以司马光先生说，俭者德之共也。所以有德行的人都有这个共同的好修养，就是节俭。持者恶之大也。人他走向歪路了，最后造恶了，都有一个共同的恶习性，就是奢侈啊，此恶之大也，俭德之共也啊。这个我们一起学习过吧？训俭是康啊，司马光写给他的孩子的。好，所以为政最重要的，就是公正公平还有清廉啊，只要没有公正清廉，就会动摇国本。所以这一句话讲的，
啊，福为正者，莫善于亲其利，就治理政事，没有比使官吏清廉更重要的了。啊，这个包含他首先呢，要选拔官员，就要用孝廉两个字来选拔。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有，不管是政府还是团体，这贪污的现象是有的。啊，那这就是结果，原因是没有教，所以不能怪，要先宽恕，接着呢，上位者有责任教他们。所以尧帝是先恕而后教，你没教他，现在他贪污了，你就只是指责他，这个我们本身也做错。先宽恕，然后教导，啊，教了他还犯，那再严格处罚。你没教，我们本身有责任。好，我们看181句啊。子贡问政，这子贡问呢，如何治理政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恶者何先？曰：去时。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我们看到这些经句啊，也很感谢子贡啊，感谢夫子身边这些学生啊，他们特别善问、善请教啊，把这些很重要的道理都给我们问出来了。问到治理政事啊，孔子强调呢，啊，要备足粮食，不然突然有紧急情况出现呢，老百姓可能很多就要饿死了，啊，所以要足食，充实军备，防范未然，啊，要有强很强的军备，啊，才能让邻国啊不要动歪脑筋，啊，充足军备，足兵，民信之矣，就取信于民。结果子贡接着讲了，如果迫不得已啊，在这三个为政的重点当中要去掉一项，孔子说，那军备先去掉，不能让老百姓没得活，没得吃了。啊，子贡又说呢，在这剩余的两项又不得已要再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啊皆有死，免不了死亡，民无信不立，假如人民不信任政府，这个国家的威信就建立不起来，甚至这个国家都有可能很快的就会亡国，因为没有信任的基础啊，家国都是非常脆弱的。比方说一个家庭夫妻没有信任基础，很可能明天这个家就毁掉了，有没有可能？有啊，甚至团体没有信任基础，看今天还在运作，可能明天就瓦解掉了。所以这个看不到的信任，看不到的凝聚力啊，很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点。而所以这一段话呢，也是意味着呢，人民只要信任政府，虽然没有主使啊，仍可与国家共患难。若除去人民的信任，纵然没有外患，可能就要内乱，国家就不能安立了。
所以贞观17年的时候，太宗皇帝啊就讲到啊，去实存信啊，这样的教诲啊在经典当中都有出现，而孔子也说民无信不立啊。那这个也是太宗皇帝在反思啊，他在老百姓当中的威信了。他就举到啊，项羽啊，当时候入咸阳城啊，把秦朝给推翻，但是呢，他不仁慈，然后啊又不守信，啊，所以后来失败了，他没有立行仁信，啊，结果房玄龄这一位大臣呢，就对应太宗皇帝的话说到了仁义礼智信呢，这个五常真正领导者去力行呢，对国家非常有益处。那尚书里面就讲纣王非常轻慢五常，不愿意去做，所以他就被周武王给推翻了。纣王啊，这个轻慢五常被武王给推翻，他也没有威信于人民了。所以武王去伐纣的时候啊，事实上呢，虽然武王的军队很少，但是两军交战的时候啊，很多纣王的军队都倒戈了。倒戈的意思就是那一只刀啊，那一只兵器突然转方向叫倒戈，他就失信于老百姓了嘛，所以其实武王来了，好多士兵说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好，所以你看没有信啊，一夕之间这个国家就要亡了。接着太宗也说啊，项羽没有信用啊，所以最后天下还是让汉高祖拿去了。好，我们看最后一句啊，182句呢，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持，二为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实这几个句子啊，我们再从前面体会到的再来看，这三宝每宝都是根本。一曰慈，仁慈啊。孟子讲三代之得天下以仁慈啊，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慈啊。所以你仁慈，你有人道，天下才能够归心啊，这个国家才能上下一心来治理啊。而这个斯里兰卡的总统啊，老百姓非常推崇他啊，很敬佩他，然后啊说要做那个胸卡，要以国王的照片来做胸卡，可见呢，老百姓非常感恩他，把他们国家治理的安定，他们这个国家选总统很有意思啊，是第一个要结了婚的人，而是本国人。第二呢，娶的太太也要是本国人，他爱这个国啊。第三，要长胡子的才行。哎，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嘴上无毛啊，办事不牢啊”，异曲同工。这个就是要老成持重啊，要有人生历练才行啊。他老百姓很爱戴他做胸卡，以他的照片，他说不要用我的照片，用我父母的照片。
啊，我们听了很感佩啊。啊，你们感念我，不是我的功劳，我父母教育我的。哦，那老百姓挂着他父母的像啊，那这个孝道就传下去了，就念念不忘父母啊。哦，再来俭，节俭太重要了，俭他才能廉洁啊，不然这个政治就没有基础了。而且俭是什么？俭有三德啊。第一个是养廉，第二呢广德。为什么能广德？节俭的人呢、啊、他把省下来的东西去救疾苦之人，他的仁德之心可以扩宽。所以经典当中说俭敬人啊，节俭的人接近仁德。哦，你看仁德养廉不都是根本。再来呢，节俭的人啊懂得深谋远虑。我现在比较宽裕啊，我要多储蓄啊，才能应对危急。节俭的人还懂得啊为长远打算，叫福厚。所以养廉、广德、福厚都是从节俭培养出来。第三呢，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居功谦退。我们前面有一个章节君，就是讲谦虚，有没有？哦，大家好像无辜的看着我。我们看到谦虚56页125句，易经上说的，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哦，所以牵挂六爻皆吉啊，这个家这个国能够长治久安，没有谦德不行。一不谦虚了，这个国家的危难就出现了。哦，好，那我们这个物本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个为政的重点之人。好，那谢谢大家。